文运世君原创文章未经授权，禁止转载，侵权必究。白羊座情感指数70，情感特征剪不断理还乱，谨慎配对。天秤、水瓶、巨蟹，契约日期7月6、14、26日。特别忠告，想要脱单就要抓住机会，不然只能后悔。适合佩戴粉水晶。金牛座情感指数95，情感特征及时享乐，但要保留理智，谨慎配对。处女、射手、双鱼，契约日期7月9、11、22日。特别忠告，遇到合适的人要鼓起勇气，一鼓作气。适合佩戴草莓晶。双子座情感指数65，情感特征该出手时就出手，不要犹豫观望，谨慎配对。摩羯、双鱼、狮子，契约日期7月8、17、28日。特别忠告，本月还是要少参加聚会，谨防烂桃花，不要陷入不清不楚的关系。适合佩戴紫水晶。巨蟹座情感指数84，情感特征不要感情用事，要懂得保留彼此的独立性，谨慎配对。射手、天蝎、处女，契约日期7月23、30日。特别忠告，不要冲动，遇到合适的人好好了解，不然只能欲语泪先流。适宜佩戴紫黄金。 PS 赞赏一下，好运整。